们开始四福音第这个45课啊，学习啊。好，今天先把上午这个课呢，我们先来看，我画个图啊，比如说它的时间段，然后呢，那到底怎么一个回事情啊？根据我们上午这个学习的，我们先发生，就是说这是耶稣弥赛亚第二次再来啊，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把这个都总结出来啊，把它给画出来。这是耶稣第二次再来啊，然后从今天，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算起啊，今天到耶稣再来。好，我们根据上午发生了，先发生什么事情，从几点开始算起，几点开始算，就跟着我们现在有认知的学习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意向，先知说的话，然后全部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先干什么？现在你们知道，你们按照你们认知，我们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两位见证人。下一步两位见证人啊？对，可是去跟他见过的。还没开始呢。就下一步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从今天开始算起，从今天开始算起。因为我现在思路，包括我看到的东西，包括这个画面啊，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清晰了。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清不清晰。那么通过今天呢，我们从今天开始算起，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近期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下一步我们先是这个军队的剧情，从今天开始算起，有一个时间段，你知道吗？神要聚集他的百姓，对吧？他的羊，他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要先聚集，你知道吗？这也是，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们看到了，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因为这也是耶和华神说的，这是我的一个使命啊！我，但是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就是说，现在呢，我也能看到，就是神差遣我在末日时代，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在我们这个日子里，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在70亿人口里面，耶和华神差遣我，对吧？是耶和华军队的领袖，带领千军万马进入耶路撒冷，对不对？我能看见了，先是聚集耶和华军队，对吧？咱先其他事先不说，就是说我们看下一步一定是什么？你们带着聚集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征兆？是的。你们其实对于我来看，你们而言，对我而言，你们就是一个征兆，它就是一个迹象，一个征兆，因为从2014到2021到2020年嘛，就是对吧？是没有一个人的，是没有一个人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我也知道他们不来，但是说聚集耶和华军队的事情，怎么有军队可聚集啊？没有人来，没有人信，就我一个军队，一支军队一个人，对不对？其实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但是呢，看到了你们而言，就是非人为的，非人为的，你知道吧？你们来了聚集呢，我发现了一个点，就发现一个现象，你们聚集当来呢，都属于非人为之的，对吧？你说说。这些非你们非要，你看我们是2021年，然后呢，没法解释的是什么事呢？你们都是从2021年开始聚集的，都是2021年开始聚集的。就是说我2014到2020年到12月份，就是到年底12月份，你看这样就能7年时间，
七年了颗粒不收，七年时间一个颗粒不收，你知道吗？颗粒不收，我还是日日夜夜的那么传，是颗粒不收，你知道吗？这是七年的时间颗粒不收。因为这个疫情你知道吗？这个全世界的疫情，哎，好像耶和华神好像发出了他的一个信号，出了一个信号过来之后呢，开始第一人啊，一月份人，你说这个事情奇妙点是什么？是神的灵再感动我，再次感动我，开始预备，你知道吗？你就开始预备这个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服饰，这样的呼召，你发现你知道吗？这是神亲自一月份开始呼召我，你知道吗？又开始感动我，神又开始说话，然后我就开始写文章。我想，行吧，那么我又开始整理思绪，然后第一篇想不到，我应该讲什么呢？写一篇，对吧？你们看那个四十篇讲道，刚出去四十篇这样讲道，对不对？那四十篇讲道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从2021年一月份，就是认识伊丽莎是跟伊丽莎对接前一天的第一篇文章，就这篇文章，我从第一篇文章就开始预备，就四十篇讲道，对不对？我想我应该怎么去传播呢？我想我怎么能把这个事我再给大家重新给你讲讲，大家给你讲讲事情啊。然后神的灵又感动我，然后又开始从第一篇开始讲，对吧？我开始写，第一篇写完了，伊丽莎，我就开始给伊丽莎送字画过去，然后呢，就开始讲因为他爸爸的事情，然后他的事情，然后就开始给他看一看，啊，这个是靠着神的灵感鬼是真实的，对吧？然后伊丽莎就开始上我们家学习。连续学了三天，你这个就非人为第一件事情，三天的事情，你，然后我也是每一天写一篇文章，你知道吗？非人为事件，因为这也是很奇妙，居然七年不结果，有一个人上我家来学习，七年不结果，有一个人上我家来学习。我就开始跟伊丽莎讲，伊丽莎想听，然后我想讲，哈哈哈哈，就是这样，他想听，我想讲，是不是？那么这第一个小王子美炎帝星，对吧？然后又到了这个威海，又带了一个伊丽莎，他经历了赶鬼事件，到浙江，我还带了伊丽莎到浙江，所以带伊丽莎到很多地方，威海、浙江。然后要广西，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广西一批，对吧？暑假，河南那边广，对吧？广西、河南，然后在长期的一个从九月份之后，然后一个长期学习，李丽颖加入合课，是不是？就然后呢？然后魏丽颖，那去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来了，对吧？又一个冬天来了，然后转完了一年之后呢？又是一个长期学习，然后现在又到了这个暑假。虽然说你们来的呢，就是说都属于非人为事件，你知道吗？也不是说我去传，是我自己去传，因为那人我不认识，你知道吧？他都是被邀请过去的，对吧？就被邀请过去去讲的，对不对？但是呢，奇妙的地方你说你理解不了，那都是2021年发生的。你们所以说你们别看你们这个小。但是提纯度很高，对吧？你们来了，对吧？最起码你现在，还能听得到，要不然的话你不听得到，那不听得到就走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你通过昨天前几天的三个群而言，你发现了没有？能听得到的人，能反思的人，那其实很难的。这个我是知道了，你知道吗？那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七年的经验值告诉我了，对吧？我用走那么长时间了，弄来，就说你可能有的人连第一关都过不了，你知道吧？你第一关你都过不了，你连始祖和先知你都不承认，我再给你讲讲什么叫一信称义啊？我怎么能给你触及到什么？像这个福音的基础信仰，释经学。现在我们学的是个四福音，
四福音，对不对？这么个深度，你刚开始，你一开始你都不懂，你都不信，我跟你讲我深的干什么？他能信吗？对不对？你能不能理解这是个什么意思？能。那个我跟小爱姊妹也是说嘛，为什么刚开始认识你们的时候，包括一下事儿，先不讲，不就是不拿圣经，就是拿圣经跟你们讲，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拿圣经来在多少学四福音，你知道为什么不讲吗？咱不需要讲的嘛，你能不能理解？当时不理解，当时就说干嘛不讲圣经，一直在做分别的事情。后来你讲的呢，我还真的悟出了，哎，好像真的伊利亚身上配有这个钥匙。我就惊人，那天我就群里面这样说了，沙白就说你看到东西了，他解答圣经还是揭示神里面的话语，特别与众不同，看到那种真正的东西。就是跟你们讲东西吧，不是说我不讲圣经，我已经把这个道融入到里面了。其实，包括你们来，包括你们来，我跟你们讲话说的每一句话，包括说的每一个核心，只是说我有融入进去了。是的，对不对？你们会觉得很舒服，不舒服的人就不舒服了，不舒服的人他也不舒服，他舒服的人就舒服，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其实嘛，你把这东西给点开，你知道吗？其实都有点，就是说你本身就能，就是用通，你能通俗易懂，你知道他讲的事儿，不，我就直接问你就行了，对不对？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儿。你给我的感受就是一个很中心的一个骨架，就像一个人的骨架一样，把里面很重要的部分组合起来了。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如果你连使徒和先知都不相信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留下。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连使徒和先知你都不承认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需要跟你讲？信仰已经是死的了，已经否。不是这个点。次序。也不是这个点。也就是失去了唯一性。对。对吧？那么你想了，你如果不信使徒先知的话，没有唯一性的话，我跟你讲干什么？就是比如说什么，你啊，有的人你也来听听道，对不对？你也可以听到，但你可能心里这样想，我跟你讲的道都一样，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那我想到干什么？浪费我又不需要浪费我时间。因为使徒和先知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对不对？他们是教会的根基，他们的唯一性。那么为什么耶和华神还设了使徒先知？那么如果你连这一点你都不愿意承认这个点的话，我就没有，真的是没有必要再继续跟你讲任何事情。我说你讲，那么他回家也可以跟你讲，对不对？回家之后呢，接着可以打开福音电台，各大教派的牧师他也认为都很好，那么都很好，我就没有必要讲。你觉得回家你说来都讲都不错，那么可以不用我讲吗？我讲我干什么？因为我想我有去买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一节经文你有五个答案你都觉得不错，那你五个答案都不错，有我一个答案没我答案其实都一样。是，其实都是一样。所以呢，第一天见面包括你们讲东西的时候，其实呢就在这个点上，给谁讲，怎么个讲法，然后呢看看你们心态如何，看看你们是往后看吗，对吧？因为你要点开个点，你这个点解不开这个结儿，你谁都救不了你。这个点解不开，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你删掉了，如果你内心呢删掉了使徒和先知，你说谁能帮助你？因为没有使徒先知，你的内心肯定是什么一片狗腥。这个那个很多东西的话，对不对？你们想想是不是？是的。所以说为什么？所以说这个使徒和先知就必须要先讲，先把唯一性给你放上去，是先把唯一性给你放上去，然后有假耶稣，有假福音，对吧？你说没有，你说没有假福音，没有。如果你说没有假福音，也没有另外的耶稣，我也一样不给你讲。
那假如没有意义，就是跟这样人讲没有意义，任何意义，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第一把剑先给你带，先在你里面先做一下，就这把刀子下去了，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对不对？因为你相信有这个始作先知存在，我也愿意干什么。你如果你相信有存在的话，我才愿意什么量养凭据啊，你们讲我凭据啊，你们可以看，你们再来看什么，我是不是神仙差遣，对不对？你比如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孙悟空，对不对？我在说，哎，老师，你能不能啊，一个跟斗云，对吧？一个跟斗云走啊，对不对？你能不能七十二变啊？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咱就可以什么互相做链接了嘛，对不对？那么我就开始给你们展现什么？就像保罗所说的嘛，对吧？我开始用神所赐给我的非人为的凭据来展现我的身份，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按照这个应该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吧？如果你们相信说啊，那个耶和华神要差遣他的仆人做这个工，对不对？你才会问老师，请问你有什么凭据让我们相信，对不对？你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我觉得我顺理成章的，我再给你们讲解，再给你们展现，是不是？是不是？耶和华神怎么说话？我是谁？对不对？身份包括有没有先知做见证，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神迹的这样的神的能力外显凭据在我身上，对不对？然后你们再看看我解答经文怎么样，对不对？哎，这样是不是很符合？对不对？你这样的话验证一个人是不是很符合呀？那么你说，所以说你这个都不相信我，那么我给你怎么往下进行呢？所以说你会发现没有，就是说刚说这个使徒和先知这个事，这个教导，全人类基督教40亿当中不知道已经留下多少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传统教派里面没有使徒先知，谁进入那些教派里面已经结束了，那已经是一端邪教，对不对？谁说自己是使徒先知，就是一端邪教。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假使徒，对不对？防备什么？全都是假，对不对？那么人家就死就得了。灵派什么都是使徒都先知啊，对吧？所以说这一点是一个，因为使徒先知的建立就是什么唯一性的点。当你们拥有这一个，就是当你们心里边这个通的时候，大通的时候，就像大通人信号一样，这个大通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开始，你们就开始干什么？我们再来讲讲经文。你这个时候的咱们分辨就好分辨了吧？你们也听一听我讲的对不对？是不是？我讲的对呢，就是神在讲；我如果讲错了话，你可以指出来，对吧？我讲对的话，那么你们必须要听从，因为这是神的启示，对不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开始讲我们四福音，对不对？嗯。所以你们听到这一步，所以说今天能听到四福音这一步的人呢，真的是非常有福了。因为没有多少，因为这个教义的原因，已经什么把自己玩火玩死了，就好像萨德教派一样，没有复活，你管了多少信40万50万信徒了。已经死了透透了，没有使徒和先知，死了透透了。是的，他们把自己给埋葬了，对不对？嗯、你说耶和华神不差遣也不说话，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反过来想，万一神说话呢？万一神继续差遣呢？不，他那些教派不死了透透了？嗯，怎么你还去辨认那幕后的两位见证人？你是那些人，你都不用成为先知，你都知道。他们一定是鼓掌的，一定是互相送礼的人，你都不用成为先知都知道，他们是互相送礼的，该很开心的人。是的，因为人家都说了嘛，有先知就是假的，对不对？嗯。那么有神迹就是假的。嗯。你要防备行大神迹假先知都是假的嘛，对不对？嗯、所以说他们一定是迫害杀害的人，都不用说先知都知道他们命运如何。那灵派里面的人呢，就是模仿造假，对不对？所以说你们的来到呢，我看到这个耶和华神非人为圣开始干什么动工了，对不对？神在这动工了，
就是我们像包括我们今天包括你们的装备包括你们的学习，就好像神就神家里面非人为世界开始跑起来了，嗯，同时呢跑的速度呢我跟你讲几乎没那么快，跑的速度几乎没那么快，不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受到咱跑的速度是几乎没那么快，太惊人了，这速度那个真理啊那些东西刷刷刷刷刷那就那深度就是那个深度那个惊人的快惊人的速度，你说你追我们这个速度怎么追，你看对不对，你还连石头和仙这块都过不来，你追我们的速度到那一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哪里了，追有算是有的时候吧真的是追就追上了，追不上落就落下了，落下了，因为我们这时代不是说我来给你讲讲天上有没神啊，天上有没神没有叫耶稣，对不对，重新给你撒个种啊，信耶稣啊，对吧，我们时代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给我的使命我们记住是招聚耶和华之地，因为这件事情我还特别问神了，对吧，特别问神什么，那么沙白看了异象，对不对，耶和华军队走还有被掳了走，我就特别问这个掳了是外邦人吗，对吧，外邦人还是信徒啊，哎，不好意思是信徒的话你行了 mass 和 bab 重熟了，你只管干什么收割吧，对不对，这是其一，我就说对于我的工作对于我的使命收割，第二呢因为高处心事件你知道高处心事件一直给他服侍对不对，对不对，耶和华神对我很生气，为什么在一个骄傲自大人身上花了这么多时间，嗯，就是为什么在一个骄傲自大人身上花了多时间，耶和华神说我不是让你去找谦卑的人吗，去收割庄稼吗，你为什么要在骄傲自大人身上，然后呢第二次点醒我只换干什么亮剑行了，你爱谁谁你，为什么这个败子和麦子重熟，你知道什么意思，该反思了会反思，他反思不了了他也反思不了，是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因为这些东西你想说这是根儿，是一个你都不读你活该你不读，需要你不读了，那收割庄稼的时候你不读呵呵，对吧，你平日都不读无所谓，说对吧，神差遣钦差要来收割了，咱我给你好好的坐下来一个一个神创造天地开始读，我来陪你一块读圣经，嗯，你对不对，他里面有东西就有东西，没有东西了就空壳一个，就空壳一个，一句话过去爱谁谁，嗯，就是吧，所以说耶和华神对我而言他用刀要配刀干什么，收割庄稼，所以我就看到了，他说我现在看到我要干的事情，我下一步对于看到你们一种聚集，看到了这把刀，看到这把刀在我这个身上，对不对，该收割庄稼，没有情面直接收割，你爱谁谁啊，你爱谁谁，爱就是爱咋咋咋地，对不对，你管你是你平日你不在那该预备的日子里面预备动油，那只能说你那还有什么好话，那还有什么好话，你识别不出来，你识别不出来，还故作假谦卑，还假冒为善，你还说那些荒唐话，你觉得谁会给你留情面，毒蛇的种类，修士的坟墓，死人的骨头，这些话懂得就行了，只能是这些话，没什么好话，没好话，所以说呢再接下来聚集呢就开始，你看你们这些人呢真的是小群院里边的真的是一小群，你们小群是干什么呀，你们一小群人干什么，就是装备这把刀，我发现了把你们装备好一把刀同收割，就是一起来收割，哎，神呢还对这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不单单是我一个人在收割了，而是你们要配上这把刀，你们也要配上这个从天上来的这把刀，从天上来配好了它，装备好了，对不对？开始
一个也是个、嗯、也在收割，就是说在收割的过程当中呢，神还会通过非人为事件，你要记住我们现在动工啊，现在全都是非人为事件开始聚集，开始聚集，还是聚军队，该聚很大的军队了，哼，该聚集一个很大的军队了，开始把那些能听到的人，有耳朵的人，有眼睛的人，因为我们这次聚集不是看人数，谁想凑个票不好意思没机会，我们这个就我们这个招聚，我们这个招聚不是没有人情味，不好意思，人面啊，人面人情味是没有的，你走后门没有用，不看人情面，不凑人数，没有一个都不要，没有就不要，对吧？我们只要那些什么，我们只要那些真正的真正开始准备上战役的人，军队嘛，对不对？耶和华军队，神家的羊，有耳朵的人，有眼睛看的，我们只招聚他们。这就是我们下一步，我们军队呢会越来越庞大。当军队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什么？这把刀呢就要立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刀就要立的，这个刀就不像以前那把刀了，从一个小的范围开始立在这个全世界上，针对于无神论、各大宗教、各大教派。他们都要面临的这把刀。到那个时候呢，世界啊就开始什么混乱炸锅了。这个时候世界就开始炸锅了，为什么？因为咱讲的事儿，我们讲的事情，我们触及到这个我们触及到的高度，不管是无神论的还是有神论的各大教派，他们就会疯掉。因为什么？你说这些东西，你亮这些剑，都是他们死穴，对吧？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分别为圣，这个是分别为圣，就不是一个小的分别为圣，就是以世界开始分别为圣了，世界开始划分为这个敌基督了和耶和华军队，这个世界就开始分，因为你没有选择，对不对？你这把刀下来之后，你想想行吗？你不是在这里了，你就在那里，管你是无神论，还哪个宗教，还是哪个教派，你过不来，真的。这个时候呢，神家的军队在这里，个个都是什么圣灵重生的，个个都是真正属神的人，个个都是属神的人。我不知道几百人、上千人，可能是百，可能是千，可能是万，我不知道，可能是百，也可能上千，也可能上万啊，我也不知道。针对于70亿人啊，就针对于70亿人。百人、千人、万人，这些都是一心一意跟随主的，都是带有圣灵的。然后在干什么？带有圣灵，然后呢，就是带有能力的。他们都是带有能力的。他们因为他们都有圣灵嘛，都带有能力的。他们都是带有真正有能力，都带有圣灵。你想呢？你把上千或上万，又或一千、一万人，都带有圣灵的。聚集在一起，你想想这个场面，你把一千或一万人都是带有圣灵的、带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你觉得这世界上能这帮人聚集在一起的话，有多少个天使军队一块儿？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天上有多？你把这帮军队聚集了起来。是不是天上军队，天上军队也在随时待命，地上军队的凑齐了，都个个都个个都有圣灵，个个都带有能力，个个都带有能力，
个个里面都有圣灵，你想想什么？这个这样一个聚集，全世界除了五旬节以前发生过之外呢，好像在他们被打散了，对不对？对，打散了。他们被打散了，然后呢，我们在最后又聚集。你想想，我，到那个时候，天地都要震动，因为你把这个真正属神的人真的拉在一起了，真正个个都有能力的人，个个都有能力的人，受神重圣人聚集在一起，那个是耶和华军队，个个都是什么一心一意跟随主的人，个个都是什么，个个都是一心一意跟随主的人，心里面毫无诡诈，心里面毫无诡诈，全心全意来打仗战役的人，哪一个随便拉出一个来，就跟这个什么加勒和约书亚一样，你这样的人都是，你把像那个一千个、一万个的约书亚凑一块儿，对不对？就这样的心智，你说谁能蹭啊？能蹭进来？谁？我跟你讲，到那个时候进不来就进不来，能进，因为太就是耶和华神的这种同在太强了，你知道吧？同在太强了，毫心里边毫无诡诈，心里边毫无诡诈，被神认可，圣灵同在，一心一意，你想蹭？谁能蹭？你们想不想过谁能蹭？都全都是一心一意的打上战役的，你说你怎么蹭？又有使徒，又有先知，对吧？又有使徒，又有先知，就是，然后到那个时候是不是神家开始点兵了？神家里面就开始点兵了。那这个点兵，那可是什么众先知点名，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冲门票了，没有圣灵，被神不要的人，直接告诉你别过来。你又想一想，那个时候你没有机会了，你有就有，没有你也过不来了。这个我跟你讲，这是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有先知把控的话，谁过来谁不过来，这件事情都会有先知说话的，谁也骗不了谁，是吧？两三个先知就把人就能确定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了，你怕一个先知说错了，三个先知行不行？三个先知你说可不可以？三个先知把控一个人，你行不行？对不对？又有先知可以看异象，又有先知听到人说话。你说说，你有想象吗？你进不来，然后神说话说不要这人进来，你就是说白了，就像一个我光，你像别人李静，我过来李静，我给你演示，都会变成什么样？在那种场面里面冲过来，你走过来，这样子对，好，你走过来，三个先知要，然后站在那里，这样，对吧？三个先知站这里。走过来，神一说话，他怎么，他内心怎么样？他是不是？不是，你走过，不好意思啊，你不是耶和华军队的，直接对吧？不是，用三个先知在这把控，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你是就是，不是不好意思。那一天，没有人会跟你在那里开玩笑，哎，我有时间吗？不好意思，没有时间，那他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开玩笑？能明白吗？那个时候直接是给你什么？直接给你真的一个的过，一个的过，三个先知的把控，一个蹭门票都没有，蹭，你能蹭什么？对吧？你像这样把控的话，对不对？都不用等审判那一天，都不到审判那一天，对不对？你有没有东西？有没有圣灵？都给你先把控了。你是不是属神了？别的教会里面，那他们胡思乱想，对不对？
当然在十家教会里面，每做一件事情，每个细节每件事情它都是严格把控的。你做事对不对啊，符不符合神的心意啊，对吧？你想混进来怎么混，这是很现实的。说点兵的时候，就是神家该点兵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一个过。你有福了，你没有的话，我想问你们，你们觉得三个先知能不能很好把控一个人？必须的，一个可以，一个保更好，对吧？我说我们有三个先知呢，为什么说？为什么当时就是说耶路撒冷会议拆派了先知犹大和希拉两个先知过去了？嗯，对不对？神家里面耶和华决定聚集了，我就说三个，他不会多少先知了。我说三个先知把控，把控一个关。我们那一天，我都可以这样讲，一个一个的过。他没有到天国里面，就给你审核了，就给你。那么你们就是对耶和华军队现在就有概念了？纯度。那么你说怎么能溜起来呢？浑水摸鱼那是不可能了，浑水摸鱼那是我觉得，真难，对吧？你想象就行了，那你怎么可能浑水摸鱼呢？耶和华军队在这里，所以说神会有点兵的，因为旧约时代你知道吧，会点。点人数，但神家里面开始点人数的话，就说明什么？说明，说白了就是生命册也醒了，就是这个事情也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该咋地了，反正，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啊？然后你像耶和华军队，然后聚集点兵，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属神，把不属神的人再分出去。你想，那么神，你说下一步干什么？军队也出现了，你们觉得干什么呀？战法。就开始了，对，就开始这个。又发拉底河就开始这个，又发拉底河汉密尔顿，就是耶和华军队要与全世界，这与世界各个国家就开始各个国家无神论、有神论各大教派啊，他们要聚集起来，七十亿人要聚集起来，要跟我们耶和华军队在开战了，包括魔鬼。与这些人类相互，他们有联盟嘛？不单单是这些国家，不单单是这些每一个国家都联盟了，每一个宗教都联盟了，每基督教各大教派都联盟了，就是什么？然后呢，跟魔鬼开始立约了，对吧？因为他们，你发现没有，他们是什么？神家的印记都印完了，对不对？剩下的你想，全是兽印记，神家印记里边就结束了。神家的印都没有了，那剩就是剩下魔鬼的印记了，对吧？那么剩下的人呢，他肯定也没办法，对吧？他们肯定会选择打这场战，因为他们不打，如果都选择投降和失败，他们的命运就是什么？地狱火湖。所以说，他们肯定要选择打这一战，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战场也是相当的残酷的，那个战场会相当残酷。我们这帮人呢，对不对？然后就要开始在幼发拉底河跟全人类开战。唐小华呢，反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人鬼合一，就是人鬼合一，就是他们会，就是你不，你的身体里面没有圣灵，你只能。让魔鬼居住在你身体里，这个福音信仰就这样，你不属神，你不圣灵重生，你不通，你你不
你不是通过圣灵重生，不好意思，你只能通过魔鬼重生了。你不是由神而生，那么你只能由魔鬼而生。这个就这个信仰这种这个中间儿的问题是吗？你发现没有？选就是我们这个福音信仰是选择大战役，选择你战队的问题。福音信仰是选择战队，你选择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是不是就选择圣灵重生？选择圣灵重生是不是属神？你不属神，你属魔鬼。嗯，所以说这个福音信仰原来不单单是一个关于永生的事情，也是选择了这个战营战队，针对上战针对哈密球顿战役选择阵营的大战役的事情。圣战就说白了，是你这一辈子你要选择了一个圣战啊，我们要参加圣战。我们是什么？属于耶华军队，属于圣战士，对不对？你不属于，你不好意思，魔鬼战士。你不被基督充满，你就是什么？走火入魔。没有中间，你没有说，哎，我站在中间环节，我观战，很不好意思，没有观战，哪有观战的一说呢？所以这个信仰，这个厉害程度就厉害在这里。福音信仰，说是福音，对不对？是啊，是福音啊。反过来讲，就是什么祸灾。不是福就是祸，生死，对不对？你不生他就要死，你不生就要死嘛，对不对？你不属神，你属魔鬼。所以说这个福音线它能到这种地步，能到达这种地步。所以说你还对比对比你们以前传的福音，你对不对？你还对比对比跟耶稣传的福音，这个对吧？耶稣是四福音，跟你以前传的四福音，跟你以前理解的四福音，跟你以前发小册的差距多大，你知道吗？跟这个全辈的福音，你想想什么？人家说你说信你这个耶稣，是信这个事儿，是信全辈的福音，还是说只是信一个？我信耶稣挺好的，生活挺美好的。你告诉他，我们是信这个。这是为神，其实是为了打仗了。不战过来，最后我们还没得断，咱是敌人。你有没有告诉对方啊？有没有告诉对方啊？你告诉不告诉对方？你不被圣灵充满，你以后就你是个被鬼附的人。你不属人就属魔鬼嘛，对不对？不是开玩笑，这个福音信仰。你传好消息，就天说好消息，好消息，那反过来讲，就，他不接受怎么办呢？就是敌人了就。然后耶稣说：“你们跺跺脚，审判了你要怎么身上，对不对？福和祸，生与死，属神或属魔鬼，圣战士耶和华军队，要不然敌基督，就这样，这信仰就这样。”然后呢，我们这个信仰总和是什么？我们要往天国奔跑，对不对？怎么往天国奔跑法？怎么以前呢？你想他们怎么样得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你就知道了，是通过什么大战役？是的，肉体。以前就是什么？神是不是应许什么应许之地啊？应不应许啊？成不成功？神应不应许我们新天新地啊？永生？盼望用不用学都用学，你要为这门而征战。耶稣说话不假，但是你如果删减，如果这样讲，信这个事儿就，你比如说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你告诉他们信这个事儿就得应许之地，那就撒谎，那就骗人，对不对？是的，就撒谎骗人了，对不对？你把这核心都给删减了，大战役，大仗。用拼死，用你生命的代价来换取永生，这个事都不讲了。耶稣说的这个代价就没有了。所以你们发现没有？以前你们听了福音，就是说，除了祝福满满、好听的话之外，啊，全是谎言。是的，都是一些谎言，因为他把最福音最核心的如何去往应许之地。如何跟迦南美地，
就那些人打仗的事他都给你删减了，是不是？是，都给你删减了。那么肯定了，那么那谁不信啊？你如果你当时你告诉那个克拉伊党不打仗，人家为什么反叛？我就请问一下，克拉伊党因为什么而叛变耶和华神？对不对？对。那么克拉伊党是不是说，那么你这打这个仗，我的妻子、儿子、儿女们都要死，那么都要死，对不对？对。我还不如回埃及，你想让我死在这里啊？我还不如回埃及。是不是？是的。对不对？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信仰的这样的追求的话，那么谁不信啊？那多好啊！信个家，如果信个家在美帝，就得到家美帝，多好呀！他不是的，对不对？还有旷野四十年，耶和华神一次一次一次干什么呀？看你内心，对不对？嗯。看你到底敬不敬畏他，那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过程，我们总是以前给人承诺什么信这个事儿就得应许之地。对不对？跟我们现在发现了什么事情？从他们出埃及的一天，一天顶一年，耶和华神不断试验他们，吃了四十年的玛拿，对吧？没有饭吃，还靠着神吃玛拿的事，天天吃一个东西，那么神不就试验了吗？到底试验能干什么？看谁是尽心尽意尽意爱主的人，是不是？对吧？那么神也不想想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嘛，对不对？那么已经上演了一场大戏，给谁看了？给我们看了。这告诉我们后人，以后走天路历程都是一样的。耶稣说的话，对吧？耶稣说话，你不能爱父母、爱田地、爱家业、其他人超过爱我，对不对？嗯。你要背着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要撇下所有一切，对不对？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遭受迫害。好，还要为这个道用生命的代价来去追求，还要拼了命了也要进入这门，是不是？应许之地，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是你要用你的双手打下来的，这可才叫福音，你知道吧？神的福音是比成高，他的福音好在为什么？你们本来要去往地狱，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本来是没有指望去往地狱了，然后神呢，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对不对？提供的机会，通过我的宝血，是不是？通过我这个机会，通过我给你们创造的机会，你们可以去往新天新地的永生，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不是神所本来你是要死的人，然后神是不是给我们这个机会？对不对？这个机会你要拿到手啊，对不对？难道说神把这机会说提供这个机会给你，你不争取你也有？你不争取你也有吗？所以说这就是这个魔鬼骗了人类千年，就是这样。就像出埃及，你信这个事儿你就到迦南美地了，就不用出埃及，你知道吧？我在埃及里面信迦南美地，我就得到迦南美地了，这不撒谎吗？这不撒谎吗？这不就像你们一样，我信这个事儿，我就进入新耶路撒冷了，我就进入新天新地了，你也不用爱耶稣了，你也这个关系也不需要存在，这个约立约也不需要立，那可能吗？然后耶稣说得胜的穿白衣，那么说这话不是废话，对不对？那么说这话干什么？说这话干什么？你要爱我，耶稣说你要爱我，你也不爱，你说不用爱。耶稣说的标准，你也不在乎。然后耶稣说得胜的穿白衣，哎，我也不得胜，我选择战败了。那么你战败了，你能得白衣，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了，神的应许是真的，但是呢，是否最终穿白衣的事，那么你要去想，你不去争取，谁给你努力，对不对？你要争取穿白衣，对，分别为胜，你要争取穿白衣，对吧？我们这个战役其实都，我们这一次去往应许之地，是否能去往应许之地，全都是由我们的双手，神给我们每个人机会，对不对？神给我们每个人机会，是的，你要抓得住，嗯，你要抓得住，嗯，抓住就是你，你抓不住，那就不是你，嗯，他就这样。
我觉得讲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提问，对不对？这个事情，对不对？跟苦里成人心里相信也都不一样，确实如此。跟苦里成人心里相信就是，对不对？所以说全福音，对吧？通过这个应许之地，其实呢，你发现没有？耶稣基督是通过什么？通过应许之地拉出来一个什么大战役？通过应许之地这件事情，要来上打仗。其实呢，哎，这个画面也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以前他们去往应许之地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得到，对不对？嗯。我们现在去往应许之地是什么？是给你自己留名额，是给你自己去抢这个名额。但是呢，它也画面感也很有意思，他就是这帮极其多人呢，他们想把耶和华的那个宝座给打下来。对不对？他们其实也是想，倒不如我们抢夺了新耶路撒冷，对吧？魔鬼说，我们只要抢回新耶路撒冷，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去地狱了？是不是？其实呢，这个画面感就是什么？我们也在跟他们在这争夺什么？新天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这个战役很明显嘛，他们就想把天使们把我们都干掉，把我们都干掉了，那个圣城一切都属于他们了。对不对？要不然开战干什么？开战，对不对？为什么要打这个哈米德顿呢？他不就是想干这事儿？下去，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应许之地最后这一战，对吧？都是我们双手，包括在天上那些人，他总是说什么话？主啊，什么时候审判什么？对不对？嗯、对不对？他们又懂，他们又懂待了多少年了？主说，懂待片刻，懂外邦人的。日子啊，包括救赎啊，数字啊，满的时候，这是主说的，等外邦人数目人数满的时候，就开始这个事儿，就好像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到了，这个什么时候主啊，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你们懂后片时，懂圣灵在这帮人身上通过犹太撒玛利亚这个福音传遍地界的时候。把这个以色列的羊跟外邦的羊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对不对？啊，都合一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开始进入耶路撒冷。你看这个画面，你说你博，你怎么去博到这个事儿？对不对？你怎么去博到这个事情？对吧？以色列被收割果子了，当我们外邦国家被收割果子完了。那么你还要收割什么国家？那么你还要继续收割吗？上哪个地方收割呀？以色列收割完了，大儿子收割完了，小儿子也收割完了，上外星球，去看外星，上月亮上收割去，火星，不是火星人，也去收割，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大结局一步靠拢，包括哈，在这个时候呢，既然要开战了，对不对？马上要开战了，对不对？或者开战，那两位见证人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里面出现了。那两位见证人，他们会在这个军，就是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在去，他们在这个期间，他们就开始了。因为都是干什么？他都是导火索，都是为这个哈米丘顿，就是两位见证人在哈米丘顿战役之前，对不对？他们都是一个导火索。全人类对于耶和华军队的这种痛恨，都是导火索。两位见证人也会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会出现，就是耶和华军队的聚集。我不当然在这聚集的时候，在那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这聚集的时候，他们两个可能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就会出现导火索，是吧？这个道。历代世界哈，对不对？导火都是导火索，这个因为这个也是导火索，你知道吗？它都是针对于这个全世界导火索。神的道是个导火索吧？然后那两位先知可以任意的祷告神，攻击全人类，是不是导火索？嗯，这两件事情会是一个很大的导火索，这件事情。所以说哈米丘罗顿，所以说这个画面你看到哈米丘罗顿。
逐渐逐渐拉开序幕，然后呢全人类都能看到，全人类都要看见这样大战役。当他们当我们看到启示录一印二印三印四印啊，不管怎么样，不管几个印啊，就是说他们把这两位见证人杀了之后，全世界好像以为好像是不是把耶和华军队那个反正这个统帅干掉了，这老妖人啊，看没有，对吧？天天星终于把这个两个人干掉了，是不是？平安了，对吧？又感觉平安了，好像耶和华军队好像就解散了，好像，然后全世界好像就平安了。三天了，看他复不复活，是不是？三天观察，三天之后，他们两个人唰复活，回到天上，对不对？然后呢，中灾难的攻击开始，就开始乱了，就开始攻击了。然后呢，主耶稣基督要驾着白马，骑着白马，亲自作为统帅，带领着千军万马，带领天上千军万马，就开始下了，就开始与这全人类上和全人类和魔鬼开上最终的战役。这就是从今天起，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一直到这个哈米尔顿战役，就沿着思路就往上走。但是这个军队招聚多快就不好说了，因为这是神，因为这是属于什么？招聚这件事是属于什么？属于非人为，是吧？招聚耶和华军队，你知道吗？不是天父吸引人，没有人过来了，这是非人为的速度，非人为的速度，你想想，非人为的速度到底多快？慢快到底多快？不晓得，不知道已经。咱现在这个录音啊，你看录个视频，你也想明白这个快不快的事情，谁知道了？一天传播多快？一天击杀多少万人？谁知道了？是不是？可能一天，因为这个道如果开始大面积的去广泛广流的话，一天可能上百万人观看，一天一百万，就是一百万一千万的刷，一天一千万的刷，你知道吗？多快！同时收割。所以说谁都不知道这个速度快。然后耶和华军队听到信号了。他们听到信号了，他们有耳朵，对不对？他们有眼睛，一看我信号来了，就一个一个的，一个全非人为的嘛。你说他不是人为的，对不对？既然聚集耶和华军队，就是非人为的，属神的人就是过来。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那基督徒得接升天的是哪个时间段？接收天就是什么，在也是在这哈米多基多顿战役上，在这里面，对，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说，因为呢，通过旧约历史上看啊，就是耶和华神最喜欢就是绝地反杀，就是说电影会怎么演啊？就是我们可能就会是不断被破坏，不断被攻击，你知道吧？神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其实干什么？在继续观察我们，你知道吧？神继续观察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呀？看见这么大的军，看到对方这么大，我们信心如何？你知道吧？其实神还在这，为什么说忍耐到最后一刻？就在这里，因为神做事情跟人是做事不一样。通过旧约时代的观察，就是什么？神都是最后的一个时刻才出手。啊，等于说是天地，就好，等于说是天路的最后一步。对，天路什么时候？你看，比如说很画面感很强，当出埃及的时候，是吧？十个神迹过去，什么神迹？到了红海了，是不是死路？红海是个死路。水能流，那你死路一条，人家军队都过来了，我说你对不对？但是神呢，最喜欢什么？绝地反杀，把大海给你劈开，你想过这事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就是神意识也会在关，就是不到最后一刻，神是不会出手的。但是，一旦到了最后一刻，对吧？这个世界被黑暗笼罩的时候，魔鬼很凶杀，对不对？然后呢，天上那个光唰下来，你站起来，
所以呢，就是最后的绝地反杀什么，在黑暗当中，你知道吧？在黑暗当中，这个白光，是不是？然后就，是不是？这个白光直接照下来，这个白光直接照了，然后就干什么？那号角声，对不对？嘟嘟嘟嘟，开始干这个。上面的声音，那电唰唰那电流，那些大雷鸣震撼，然后往天上一看，耶和华军队千军万马都在天上都在势力，主耶稣基督骑着战马从天飞下来，那见人唰一刀子，见人就杀了，见人就砍。第一次的弥赛亚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边，被人践踏、侮辱、鞭打。第二次弥赛亚来了，带着刀剑，你还一上次来的时候说什么？如果我的国在这里的话，如果我的国在这里，那我十二样天使早来为我征战了。不好意思，现在不到时候，但到神的国要来的时候。到神的国度要降临在世界上的时候，对不对？那耶稣要带十二样天使就要来了。耶稣带十二样天使，你想想那个场面行吗？天上布满了军队，带领第一阵营的、第二阵营、第三阵营，你想想行吗？你还说耶稣啊，还平安了、啊。又来平安了，耶稣就说：“以前我就没告诉你是带刀剑来了，啊，这样杀一下，对不对？你平安，你喜乐，爱哭，你爱哭切齿，你就对不对？很多时候，所以说对耶稣的这种错误的他们想利用耶稣，不好意思，那一天他们会很那么就是哭笑，对不对？因为天使上吹号声音就。”就是我们圣徒被提的那一天是吧？提上去，再下来。提上去不是他们这个天上的下来，我觉得。我们往上提，耶和华军队往下走，天上军队往下走。怪不得以前读这些经文，我们都没有那么清楚。现在读了这，你马太福音24:30。那你就讲，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云降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都来蛇来击杀主了，你想想，那场战役是很多血腥的战役，他们没想到天使一天倒闭。你要像71亿人那边倒闭了，对，一个提示啥后朝呀？你们就想一想这个，从天上骑的战马，第一次被羞辱侮辱，第二次还能再继续被你侮辱，你想带了路由，我跟你讲，他想在这里耶和华军队先胜战，两位见证人都有胜战了，对不对？都打了。我刚才说了什么叫绝地反杀？耶和华神不到最后一刻不动手。哦，就是前提着一个神灵的脚步，去了那个红的那啥，就是先胜战，是吧？先胜战，然后再背提，然后就是吹号的背提，然后先胜战，然后你没看到今天上午讲的经文吗？受得了权柄，先与圣徒打仗，对，得胜，对不对？对，谁战？就是说他们也要杀很多圣徒的。先把所有圣徒杀了，先杀圣徒，你知道吗？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个绝地反杀，你知道吗？神就是做这个工，你知道吗？他不是说喜马拉雅的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还是要试验我们的心灵。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没结束，神就是看你忍耐是否能忍耐到最后，
他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也是最后的一个观察，就好像要接触加拉美帝了，要打仗了，是对不对？看我们到底会怎么样，打仗了会怎么样？神在最后的一步才给你决定反杀，动手。决定反杀。因为那两个见证人都被杀了，你想想啊。嗯。就是圣徒两位见证人，圣徒会死一些人，但不知道会谁会被杀死，那就是那一天，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知道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写的圣徒会被受割圣，会被杀了。是的，对，今天上午讲的。那上午讲的嘛，嗯、受会杀一些圣徒的，但是不知道谁会被杀。两位见证人肯定会死，被砍头，被杀，他们俩是肯定会被杀的。对，那个是那个九章是就是的嘛。嗯。嗯，九章。其实没被九章。受到圣徒的血吗？对。九章。嗯。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就可以驾着云，然后把那个没死的往上提了，往上一提了，然后军队上面点名下了。这就是什么？结合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约翰，结合了书信，结合了启示录，我把这个整个画面都给你铺垫上。你现在清晰吗？太急，以前可能没有把这个东西，没把四福音跟书信书信跟那个启示录全部结合起来，你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整个画面就整个启示神的启示就完成了，就像一个拼图一样。对，就是拼图嘛。对，其实我觉得神也是给我这样的一个能力，让咱们看见。一点一点拼成了。对，一点一点的东西拼起来。那两位接着被杀，为什么那些画面画不接来着？那因为啥？他以为他书面那个首领嘛。因为项链，项链。没想到绝地反杀。人家决定反杀的话是天上的军队。对。之前的话是圣徒作战。对，圣徒的。杀了，对，天上杀圣徒流血，因为神呢积累着愤怒，知道吗？神要积累着愤怒。然后决定反杀的时候，天上的军队下来，圣徒被杀的或者没被杀的就被提起，都提，包括应该是这两千年死了的真正圣徒重生的人，都一起复活，应该是都要，就死了的人号角，那么上面写的吗？号角声吹响的时候，死了的人，活着的人，对不对？都要提上去，就是说，那反正那天圣徒死了，也是复活了，被杀了圣徒也是复活，两千年以来外邦国家死了真正圣徒也一起复活，一起复活都一起上去，对吧？所以这故事越来越精彩，这故事越来越画面感太强了。那个逻辑你想想，耶稣被接在十字架上，他们以为耶稣已经失败了，他就是对，他肯定对呀、所以说已经演绎出埃及记，对吧？出埃及记也好，包括米赛亚再来也好，包括他已经演绎了多少遍了，包括挪亚方舟也好，对不对？挪亚方舟他其实一直在演绎这些事情，挪亚方舟、出埃及记、出埃及、进入迦南，然后再说耶稣就在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是的，对吧？他们认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包括最后末日是在两千年，认为怎么回事？你发现没有？都是一模一样。是的，规律性的，历史规律，对吧？规律性的东西，它是跑不了的，对不对？规律性的东西它是跑不了的。以色列如何，拒绝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外邦人也一样，如何敌对耶稣？以色列如何敌对耶稣，我们就如何敌对耶稣。这因为这个是这是个规律性东西，人性规律性东西。像积累、收集这些所有的证据，然后神来审判这个事情。对呀、然后积累神愤怒，你知道吗？尤其是在我们末日结局，也是给他最后的机会。对吧？像我们立心，其实弄我们干什么？对吧？是不是我们给他丢了机会？对，就不珍惜吗？对吧？不珍惜，两位见证人来啊，那两位见证人肯定不是好话。
肯定不是这么所期待的释迦仆人的样子。你不听话，你不，他不给你叨叨了，直接灾难，直接火焰。那他们肯定不会想，都到底什么仆人会这样吗？他们不，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嘛。那个时候也会接接这个跟大兄弟说呀，这些人没这个没有爱啊，对吧？直接把人沟通了，他们真的想通呀。他们到那时候肯定是诅咒神了，只是抱怨神了。不会抱怨神的，因为什么？他们还继续奉耶稣的名字止住人，止神经，对不对？就好像两位见证人祷告，火焰从天而降，我奉耶稣的名字，火焰回去，那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嘛，瞎，对不对？这好操作，傻到最后，坚持到底。对不对？对不对？坚持到底嘛！你心那么口里承认，心想必得救。对。他说到审判时来看你啊，说火焰从天上降下烧火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必得救。哈哈哈哈哈！我不认识你。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事情，他们没把圣经给读懂，也不明白，他们心思意念的雕刻，然后他们想的事啊，都关键是他们想的这个信仰嘛，关键他们想的耶稣啊，传播的福音啊，都不是这个福音。对，这跟这个四福音里面，你发现没有，跟耶稣说的话都是相反的，对，都不是他们想象的事儿。所以说，既然他们相信这个福音并不是他们想象的事儿，那肯定说明敌极多了，对不对？对，他怎么能想象的事儿？你比如说耶稣来了，耶稣不惜手啊，法利赛王怎么评价耶稣了？对不对？对吧？他们所定义的这个理解的内容，他不是那个信仰，你知道吗？对，是的，是自己的。对吧？通过这三个群体，你发现了，那么唯一说的话是什么？没有爱呀，不至于和睦呀，你也不说阿门呀，对吧？人家分享东西，你不敢说阿门，说你好挺好，那你还得等待什么呀？对不对？你等待什么呀？对吧？你去了之后不说好话，呵呵，对吧？没有，那是怎么讲的？没有爱，对吧？人家，对吧？他们想要的爱，你要进群，神祝福你。大大祝福你，他们分享这个内容真棒。他们可以说你有爱呀，哎呦，你看看多好啊，这个大家生大家庭，多有爱情啊，对啊，当然不分辨的肯定这样，是不是？你一旦你说分辨，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婚姻啊？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耶稣啊？制造混乱者，极端分子，对吧？我们的平台都乱了，我们的平台，我们神的家现在都遭受混乱了。现在，是啊、你看看这套里用去了，你看这套里，你们这些异端，宗教分子，对不对？法利赛人，他们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这些人不讲福音，就是天天整天搞这些嘛？不讲道，不讲道，他们不讲道。我们不讲道。其实他们也在聚集。对，他们也在聚集，他们在群里迷惑。跟他们一样的。真的这件事情，他们一步一步的，让你们看得很清楚，明明白白了。是的。清楚，明明白白。所以说，他们都不用成为先知。都不用成为先知，都知道后面发生哪件事情，都知道他们要破坏神家教会，就这帮人啊、嗯，然后呢，他们绝对是杀死这个两位见证人主谋，对，杀他，嗯、呵呵对不对？异端邪教来了，对不对？要防备假先知，防备假先知，嗯，对不对？那就是说防备假先知。跟耶稣经历的一样，一模一样。嗯、但下次来了就是什么？但两位先生来了之后，他们不会跟如何的给你叨叨了，给你叨叨。如何？对，我刚才还想到一个圣经，施洗约翰说的。嗯。当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他说完了毒蛇的种类，后面跟上一句话：“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嗯。再这样，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会。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肠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
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啊？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消毒的话，要么水洗，要么火，对吧？火烧那个针，它就一扎，它不感染，对吧？就是提纯的，消毒的。这个过火呢，生圣灵，信真道的话，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你从火里生的话，人就说你有真理的焰的话，你里面有，你才能提纯出来。你圣灵生了，你里边有这个真理，完了用火的试炼一下子，还能站立得住的话，过火生圣灵，信真道，走火死，就那个糠也走火了，对吧？我那个过了一遍火以后，那个糠拿了，成糊制了，对吧？或者是那个细菌病毒这些轻轻飘飘的东西一烧全是灰烬，入魔走火，入魔走火生圣灵，走火也是入魔，信了假道一过火绝对是灰，对吧？所以说这个烈火真理，这一把剑出去以后两刃的剑，是吧？圣灵是一把两刃的剑，真理了不得。这东西一旦这个，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这个真是很吓人。下一步就是说，要么走火入魔，要么持有真理，对，活出烈火般的生命，就分别生命。嗯，是金子，你能发光，你就憋得住。对吧？所以说，用火与圣灵与火给你实习，没有圣灵的，你想过个火，真的哎有意思。但一笔扔在火坑里，三希伯来人，但一笔，但一笔狮子坑，狮子坑，三一笔，对，他那个朋友就让你过个火实习，过火是活下来的。能站立得住的，知道吗？你在真理当中你动摇了，你站立不住，过个火试一下，知道吗？怪不得是烈火般的事。所以你们以前所听到福音，包括神家里边这种事情，你再对比与现在都知道了，你就知道了，全世界搞的东西都多么可笑，假的，假的，就是说。哪个边儿哪个沾都不沾，没给你过过火，我给你过过招就这样，对不对？这个神家的这种纪律法则，这些细节都不会让你出错的。假教会里边每个点都错误啊，他每个点每个细节都错误，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讲这个事情，你们就知道了，不是个小事儿，绝对不是个小事儿，对吧？不信的话，你可以到每个教派里面，你上每个教派里面，拿着他们创始人，拿着他们教派本教义，你去听嘛，对不对？你听听有没有这样讲的，有没有这样讲的，有没有这样教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想在这个时代听这个道，你就知道了。他已经这个迹象，这个迹象再不大，我对吧？已经不知道你说哪个迹象再大了，就是，这个迹象不大，还有什么大的？来东边，来对吧？我们再对吧。主耶稣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当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些愚拙的童女带着他们的灯，却没有带油；而那些聪明的带着瓶子里的油以及自己的灯。后来新郎迟延不到，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里有人喧嚷：“看哪、啊，是新郎！”他们出来迎接他，十个童女都醒过来，修整他们的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但那些聪明的回答说：“不行，绝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
你们还是到卖油的那里去吧，为自己买吧。可是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那些预备好了的与新郎一同进去赴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请给我们开门。但是新郎回答说：我确实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刻。马太福音21:1-13。对，十的童女的比喻就非常，也是非常形象，对不对？对吧？你预备到冬油和没预备到冬油，但它结局是不一样的。你想想，如果你说到那个时候说不行，不够我和你们用了，然后你们还是到卖油那里去，在万物结局里面，那时候想象每个教派里边都说自己是卖冬油的，对不对？万物结局的日子，那个迷惑劲儿，基督教各大教派都说他自己是卖冬油的，你上哪去寻找？多么现实的一件事情，都卖冬油，都说对着耶稣真啊，不会用，不会用来买我的呀，对不对？难道你在那一天的时候，都快马上结局的时候，你再打开翻圣经里面查，到底这个福音信仰是什么？你觉得有没有机会？没有。你那个时候你打个圣经，翻个圣经里面看看，到底这个信仰是什么？可能吗？所以说为什么说能预备上了就预备上，预备不上了你也不可能翻开圣经把这信仰搞明白了还能爱上耶稣。那是不可能，那是不现实的事情。你们今天在来学习，你们现在天天来学习，你们都竟然还没有搞，对咱们没有把这个是福音信仰，对吧？咱现在学四福音，对吧？是不是？你还没有搞明白这个总体的信仰呢？你几天时间你就搞明白了？可能吗？对不对？对不对？你搞明白这个信仰，是不是先明白里面讲什么东西？然后再什么还要经历神，对不对？经历神，你还要爱上神，那这些事情哪有这么快的，对不对？所以说预备不上嘛，你预备不上冬油了，你就别想了，别想在那个时代，不用想在那个时代再预备，人家不好意思，人家预备好了呢，叫预备好了冬油的人呢，与新郎迎去赴很宴席了，对吧？门就关上了。该对吧？该什么样的人，那就关上了，你懂吗？哎，主啊，主啊，求你开门。新郎对他说：“要确实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说那时刻就会到来。”这件事情，所以说，你像无神论，王一从天上有位神，天有没有神存在？对不对？你想就行了。好，那个。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塞大人菲利，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菲利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12:20-26。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另有的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众人就回答他：
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应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好，那么提问啊，就是主耶稣如何看待我们的信仰呢？如何看待一个人的生命呢？主耶稣为什么要时常祷告呢？耶稣会软弱吗？那么我们信徒呢，世界的王是指代谁呢？先说几个希腊人读了叫耶稣，然后呢当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对不对？那个他对他的 母亲说，对吧？我的时候没有到，对不对？到时候对吧？那个酒嘛，他说，然后母亲的妈妈说，能不能弄点酒啊？对不对？然后妇人，我的时候还没到，对不对？现在呢，对吧？现在有三年半了，都是什么？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说你会看的话，说这些事啊，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那细节，那能看到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些时候，你知道吧？时候到了，得荣耀受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就丧失生命；那恨恶自己在世上性命的，就要保全性命的永生。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些话里都带了很，就是说带很大的分量，你知道吧？也是说出了这个信仰上的一个很大的核心点。什么核心啊？就这说明这一脉的这个核心是说的什么核心啊？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对，想要得到永生，得到生命，你先把你的生命准备为基督舍了吧。命，生命是我们在活着时候应该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吧？生命，对不对？但是耶稣说，还要什么？恨恶自己的世上性命，生命我们看不宝贵，连这个最宝。我们认为最宝贵的都认为什么？都认为什么呀？是好的啊，都认为什么呀？世界上生命我们认为好，但是什么？对吧？连看都不看，你事业有损，对吧？万物你认为的那个好，其实在耶稣的里面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丢，是的，对吧？你认为的感情跟某某人孩子呀妻子呀父亲，你认为感情不好意思在耶稣面前可以丢，你认为的财富，你认为是要财富怎么地不好意思在耶和华神面前可以丢，包括你是自己的性命，知道什么？我活着什么都不要，我的性命应该是最宝贵的吧？不好意思，在耶和华神面前，你认为宝贵的也可以丢了。但是呢，这个一粒麦子一旦死了，对吧？那就是开花结果了。一粒麦子一旦死了时候，对吧？通过你里面各个方面只为基督而活的时候，那是什么？那你就保全。行，那么其实你看似死，对不对？其实什么是活了，死而复活了。这个信仰原来是从死到活，真信仰。很多人说相信复活，啥复活？他其实不信，有死才有生。包括洗礼也说了嘛，对不对？受洗也是一样，
对吧？你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对不对？你用心智，愿意与主耶稣基督同死的心智，同死的心智呢？对吧？耶稣的卑贱和耶稣的十字架，你愿意上，对不对？是不是？你有这样的心智，那就管用了。那就这样就管用了。然后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在哪里？你的服侍，你这样，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智来追求这位耶稣的话，你确实，耶稣在哪里，服侍耶稣的人你在哪里，你真的跟上了，他的十字架你也背了，真背了。这也就是耶稣不单耶稣这样说，他对门徒也这样说，因为耶稣也作为一份榜样，他也死了。那么反过来讲，那么耶稣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吗？他不一样，是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爱我们，他也不看他的王座，他也不看他的性命，对不对？为了这份爱，为了这份爱也牺牲了，对吧？然后我现在心里忧愁啊，到了时候了，我说什么才好呢？那么耶稣也要拿走自己的性命，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拿走自己的性命，那么我现在心里忧愁啊。那么耶稣他没有人身体的忧愁啥？他你以为他给你表演？我该说什么好呢？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对不对？因为你这种心里面这种感慨，这种心里面的人，耶稣也是从心里面，对不对？那么人家是，对吧？圣灵，但是身体是肉身嘛，对不对？难道上十字架被大钉子钉上去不痛？不痛，耶稣不痛。耶稣那大钉子砰砰给打进去，那个脚两个脚上砰砰给打进去，他不痛，他没有肉体，他没有肉体吗？对不对？他怎么不痛吗？对不对？你想这些东西，但我正是为了这个时候来了，这是使命，对不对？你谁对不对？你要献上，对不对？所以能做出这一步的人，都不，你说耶稣是为了他自己上十字架吗？不是对不对？你以为他两位见证人被杀了头被砍了被杀了就为他自己吗？都不是为自己而活了，像斯蒂凡一样，对不对？斯蒂凡也不是为自己而活了，是的，都不是为自己而活了。什么你像今天的福音信仰跟耶稣基督传福音，什么钱啊感情啊性命啊，对不对？都可以什么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拯救一个灵魂而去牺牲，对不对？是不是？都不是为自己而活了，都是为了耶和华，为天父，对吧？都是为了遵循父的旨意，都不是为自己而活了。你看没有？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父啊，愿你的荣耀你的名，你想想，就是荣耀你的名，愿你的名成就。于是从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你这句话，这分量，其实这天父跟儿子对话，这种分量，你知道吗？天父差遣了基督，对不对？他是儿子，然后为人类而死，天父舍儿子，对吧？儿子要成就天父的旨意，这一时刻，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这种什么激励，你知道吗？他说了吗？我现在心里忧愁啊，现在对不对？天父在这个时候，我激励他，对不对？那你们不需要，你们需不需要激励？你们需要祷告。耶稣都需要祷告神，都心里会忧愁，你们能不忧愁？你们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而忧愁啊？回家了，我忧愁这个世界的事。那耶稣是忧愁什么？与马被荣耀的时候，对不对？心里忧愁。众人说这个，然后耶稣回答说什么？这声音不是为我的，而是为你们而来的。现在正是这个世界的，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将被赶出去，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那么统治者是谁呀？魔鬼撒旦，对吧？就是路西法这帮人呢，就是把死亡阴间的权柄，把他们的这些权柄全部拿出来，对不对？然后天上有了中战，对不对？起初天上有了中战，对吧？这些控告者从天上被打了下去，被打下去了。他们再也不能在天上有权柄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权柄可以压制魔鬼？为什么战胜魔鬼？它其实就是什么？那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拿到的权柄，你知道？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上写的吗？他升上天上的时候，把掠夺了敌人的这些恩赐能力。那么这些恩赐和能力从哪来的？就是从那坠落天使，你知道吗？这天使上掠夺了，就是用很形象抢夺了他们的能力，撒在了教会这些圣徒身上，让他们有这些能力。所以说，耶稣上实际上这个战役，这样战役把魔鬼打下来，我们圣徒才有能力。所以说，让他们等候。所以说，五旬节你就明白了，对吧？然后耶稣让他们等候干什么？等候五旬节，对不对？然后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开始做工嘛。所以这些事情，所以你这个信仰，你发现没有，很深。他跟你说一句口里说信相信，你就觉得有那么回事，一心称义了，有圣灵重生了，有圣灵感动了，圣灵能力啊，你都不知道这里面的信仰多么深厚。天父与基督怎么样得权柄，怎么样能把这路西法这帮人，这帮三分之一的天使给打下来，这个事儿多么，这个信仰是很深的，你知道？这信仰是很深的，每一个事儿都不是闹着玩儿的。耶稣上十字架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是闹着玩儿的，对不对？耶稣得了死亡阴间的权柄，也不是闹着玩儿的。耶稣，对吧？在天上有了中战，把路西法三分之一的天使打下来，天上再也没有他位置，都不是闹着玩儿的。圣徒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都不是闹着玩儿的。这是一场大的战役，是从撒旦的国度里边抢夺灵魂，谁给你闹着玩儿？对，谁给你闹着玩儿？这事出去要骗人，搞传销，弄一个组织，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建立教会，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教导，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当牧师，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当使徒，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传福音。哼，你就想成了神家教会，耶华神动工，它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的深度、细节、严谨度是很高的，都有神亲的带领。没有神亲的带领，你搞一个组织，奉耶稣的名字，四处骗人，跟这个信仰一礼拜了死了，跟信仰耶稣要跟天父说话的事，要得荣耀。还要把这个玩儿赶出去，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因为靠着神的灵，对吧？可以靠神灵就可以践踏什么蛇和蝎子，然后我们才能干什么？我们才可能有机会能跟魔鬼摔跤，打魔鬼。你搞不好就打魔鬼，你想想这事儿，对不对？你怎么去打魔鬼啊？你不披戴这个战甲，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去跟魔鬼去对抗，那么你是谁？对不对？那你是谁啊？你跟魔鬼打，你去跟魔鬼，你跟坠落天使，都哪个坠落天使没有能力？对不对？你可以有能力的坠落天使打个仗啊？你是谁啊？对不对？全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事，不是跟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忽悠人说，哎，我奉耶稣的名，魔鬼就跑了。那瞎扯，全都忽悠你，对不对？真正打魔鬼的，真正跟魔鬼有战役的，又是什么样？对不对？真刀真枪的干，对不对？真刀真枪的跟魔鬼打仗了，都不是开玩笑，对不对？
靠着神的灵赶鬼，谁跟你开玩笑？魔鬼也跟你开玩笑。所以说信仰一步一步的这种深度，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说，如果有人要想来跟从我，他就当舍弃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来跟从我，然后来跟从我。因为凡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凡为我的缘故失丧自己生命的，将寻得生命。啊，不断的重复这些话，不断的 让你明白这个信仰，不死不生，不死不生，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则生，才能生。来，那个同志。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网罗一样。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圣殿里教导人，每夜出城到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路加福音21章34到38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以赛亚因看见了他的荣耀，就说了关于他的这些话。虽然如此，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给的尊荣过于爱神给的尊荣。约翰福音12章37到43节。然后劝告门徒警醒，看没有？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世的忧虑压住你的心。你们觉得这个句话难理解吗？难不难？不难。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要他们要警醒，然后这样的日子会临到全地上所有的人，免得他们也我就让这句话你们听，免得你们贪食醉酒今生忧虑压住你们心。这句话什么意思？贪恋世界的享受，对吧？这句话应该是很简单的。享受。那反过来想，我们有被这个这些东西贪食、醉酒、今生忧虑压住，如果被这种压住心，不好意思，如同网络的日子就是临到你身上，那就要临到你身上。所以说，跟今天的信耶稣，这个祝福满满啊，生活祝福啊，这个事情完全相反。是的。因为他说不要忧虑生活，然后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忧虑，对吧？他们解决生活的忧虑是干什么？更多，更多，对吧？更多享受最终乐，跟耶稣说的话根本就不一样啊。所以说，使你们逃避这个时刻，所以你们要警醒这一块。犹太人的不信仰，犹太人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神迹，但是呢，他们依然什么不信。所以说，行不行神迹，你行神迹，人也不一定信啊，这是很重要的事。然后这是正是应验先知以赛亚说了：“主啊，我们传的有谁信呢？那么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看这句话是心理这种，对吧？你想一想，你想想这句话心想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吗？以赛亚时代我们传的有谁信？主的膀臂向谁显露？谁信啊？
有谁信啊？以赛亚他也是个失败的人，耶稣也是个失败的人，都失败了，每个人都失败了。他们就不说他们自己人性贪婪，他们就不说，就他们就不说自己是什么，是耶稣失败了吗？他们说是耶稣失败了，还是说什么，还是什么？因为以赛亚又说主使他们瞎了眼，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说自己瞎眼了？为什么他们不是说自己瞎眼了？对吧？使他们的眼睛，免得他们眼睛看见，他们心里那个灰亮灰亮就医治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说自己瞎了眼？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他们敌对神，就是他们瞎了眼，就是他们瞎了眼，没必要瞎了眼。从以赛亚到主耶稣基督，你相信吗？所以说你不信这个事儿吧，你把这个真福音，你把这个福音信仰传给他们，他们不信嘛，那个就不信了，那又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对不对？他们就不信，他们就信用，他们就瞎眼，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信仰，你看这个信仰一步一步了，现在主耶稣基督也逐渐往那边靠，也说出了他们不信。今天这句话，以赛亚这句话，不单是耶稣的时代可以使用，我们时代也一样，对吧？我们传播的谁信？谁信啊？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没得显露，都不信，都不信。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出卖钉在十字架上，那时 祭司长和百姓的长老聚集在那称为该亚法的大祭司的院里，大家商议要设计捉拿耶稣，把他杀掉。可是他们说不可在过节的日子，恐怕百姓生乱。马太福音26:1-5，当时十二使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银钱。从那时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马太福音26:14-16，全部哦。除孝节又叫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在想法子怎样杀害耶稣，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使徒里的一个，他去跟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路加福音22:1-6。耶稣说完这话，这两天是逾越节了，人子将要被出卖钉在十字架上啊，他们在商议怎么去抓了耶稣。你看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看撒旦入了他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是不是耶稣刚说这句话？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精神的忧虑，是不是？是的。那么你在想这个犹大的事儿，就说他为什么撒旦不进入彼得的心啊，不进入约翰的心啊，不进入马太的心啊，那为什么进入他的心啊？这就分析嘛，你说他为什么进入他的心啊？就好像那个先知巴兰一样，对不对？像先知巴兰一样，不是类似的这个事情吗？对不对？因为他们什么向世界打开了，他们向魔鬼敞开了一道门，来吧，魔鬼来了，对不对？就入了他的心嘛，对不对？他爱着世界，他不贪婪这世界，他怎么能给魔鬼机会呢？你会贪婪这世界？能给魔鬼机会？所以呢，这个犹大也不用找理由啊，
就是爱世界了，对不对？因为都说了嘛，他在这里，他本是十二使徒里面一个，对吧？他本是十二使徒里面一个，然后呢，因为爱这世界，赶快把耶稣给卖了，能赚点钱，对吧？享受，赶快享受点生活，所以撒旦觉得挺好的，那好玩的就不来了。嗯，所以你也看到，同时你看到这个点，你在耶稣的旁边也没用。对吧？咱也不要搞迷信，对不对？你的心错了，就是你的心错了，你在谁旁边没用？是的，对吧？这个跟奉耶稣的名就无敌那个状态，这多干！耶稣本尊在现场，这都魔鬼的本尊，他的心向谁打开？真的，对。这个就像就是说这个把这个耶稣高举到什么程度，你想奉耶稣的名魔鬼就不可能告我们，你想这是多么迷信的一件事，就是说就像到了真正就是像画个符一样的那心里。嗯，我再分享一点，就是你把你打的上一页，上一页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呢是迷惑的这个地方，你看啊，主因为以赛亚又说主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以前你知道我们就是因为这句话走不出来，走不出哪个地方？空。那么谁让法老的心刚硬呢？耶和华让他刚硬，他就刚硬。那么耶和华让他刚硬，又让以色列人出来，又让这个法老追杀他们，耶和华自导自演，就是脑子玩儿的。我以前就误会了，不光我误会这个观点，神有绝对的主权，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如果拿到群里讨论的话，你看，答案很多。对，那么是法老不好呢，是耶和华不好？那反过来问这个事，是耶和华自导自演，他让法老的心刚硬呢，还是这个法老的本身就刚硬？我以前想不明白这件事情，最后我通过这个光这件事，你比如说我们都有眼睛对吧，打开一个手电，光使你的眼睛闭上，对吧？我们都知道说光来到黑暗当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罪对吧，人都有罪，神的光太大了，有罪的话照亮内心的黑暗，你站立不住。这就是说神是光，人呢是有罪，见不得光，他只能闭上眼，只能黑暗，不能说赖耶和华神，你别怕光，我和你一块在黑暗中走。神就是光，你能让他不发光，对吧？你除非你全是光，你自己又没有光，只能说沾了耶稣的光，相信主，完了接受有圣灵在你里面之后，那么耶和华会使你发光，对吧？对，在这里呢，其实有解释了。那么他们心里明白的话，就从心里面回转的话，从心里面回转过来，就那么我就会医治他们。但是说他们心里谦卑下来，如果主就会让他治疗他的瞎眼嘛？是的，对。他其实这句话其实两面性的，就是什么意思？他反过来讲，说为什么主能使他们瞎了眼？他不骄傲自大吗？他因为骄傲自大，主耶和华神让他瞎了眼，沉睡的灵在他们身上，对不对？如果他们如何谦卑下来，主啊，我错了，那么主是不是也会让他们看见？是的，让他再看见，对不对？是的。然后呢，让他沉睡呢，让他再清醒。是的。扫了变扫了，不是？嗯嗯，对不对？你骄傲自大，我让你瞎眼。但三天他想，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了神，对吧？他心就转回来了。主说行，把你的眼睛打开。嗯，是不是？对，确实主使他的眼瞎了，沉睡的灵没有问题。那是因为什么？他就是心硬，他就是与神为敌，对不对？你比如高属性的案例就很简单。那么神不愿意让他眼睛打开吗？神不愿意释放他里面的鬼吗？对不对？神不愿意吗？神很愿意，对吧？对于万人得救，神也愿意来搭救高属心。问题是什么？他的心跟这个太空陨石一样硬。
对不对？他的心，那么耶和华神有爱吗？对不对？耶和华神有爱吗？对吧？神爱我吗？对不对？你天天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的心思一点都暴露出来了。耶和华神为什么创造地狱啊？不创造不行吗？对不对？你像你的心就是他的心就是很高傲的人，你又想不被鬼附，那鬼不附你附谁呀？对吧？你心那么高傲，对不对？心那么高傲，对吧？耶和华神就是他，说白了，耶和华神就攻击你了，很好理解，对不对？嗯。你心里高傲，被耶和华神攻击了，被鬼附，对不对？是谁打的？是神让你被鬼附了。啊，对，神允许这个事儿，是因为你要接受，因为你骄傲自大。对，魔鬼喜欢骄傲自大了。哎，这种对不对？你也可以说是魔鬼让你更骄傲自大了，对不对？嗯、你可以说魔鬼那就好像谁一样，就好像这个犹大一样的嘛，撒旦入了他的心，对吧？是不是撒旦让也认为这事是对的？因为什么？犹大觉得心挺好的，撒旦也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啊？对不对？那是不一样。他爱世界，那撒旦也挺让我爱世界了，对不对？那么就他们就变成了，怎么就都在一起了？所以说这件事情是很好理解的，对啊。但是你被错误利用到双定论上，神使你，神就是让你下地狱。你对这帮人说话，那么你达到耶稣的标准，其实神已经预定你下地狱了，但他们都不乐意听。对不对？那么你不是说神预定你了吗？神既然预定你了，你为什么做不到耶稣的标准？那么说明你说你没有被预定，不好意思啊。他们就不愿意，这事就不愿意了。搞笑吧？他们又不愿意听，他们被预定下地狱了。喜欢听预定上，他们喜欢听被预定上天国，但是你给他揭露出来吧，他们就不愿意听被预定下地狱了。对吧？双预定论是你们说了，然后我也指出来了，你没有达到耶稣标准，你没有被预定，然后他们就不愿意，都死结儿，是，对吧？那么你被预定了，那么你为什么做不到耶稣标准啊？你是没有被预定。对呀、啊，你肯定没有被预定，没有被预定，对不对？那么你们打脸，你他种教义，你拿出耶稣的隐隐称义，就打脸，打脸，那么你做不到，就没有被预定吗？是不是？你看，是不是？这个思维逻辑怎么回事？你说你被预定上天国，对不对？我说，那被预定的人是不是要达到耶稣的标准，对不对？因为耶稣是能力嘛，对不对？对。但是没发现你的能力做到了，说明你没有被预定吗？那么你解释我这事儿，对不对？真的，我觉得这说这话，我就说双预定论就不预定了。嗯，好事就往地上预定，给你说穿了吧，你说啊，不是这样。其实这个预定论吧，是最大的谎言，也是一个推脱责任的手段，知道吗？你比如说，恭喜神啊，恭喜你啊，你能在这里，神拣选你，对吧？那么，你要听神道，但是到将来以后，他会说什么呢？神拣不拣选你，我怎么知道？一开始说能来的听到神拣选你，对吧？孤立原因心里承认必得救，这是承诺，他说的话，对吧？原话，但是说呢，神真正拣选你，不拣选你，我不知道，都是神的旨意，都是神的旨意，只有神能辨别，这个教义就是从这来的，其实就是推脱他自己没有真服你，不能让你得救的这种责任，明白了吧？对，这是真实的这个里边的话术，如果他就说。你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必得救。那么他也会说到最后，信没也信了，怎么样，他不得救，因为神又没拣选他。拣选是神的主权吗？神不拣选，我有什么办法？这个责任又推出去了。对，我这是我从这里边就是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呢，这个话术知道的。慢慢以后他没责任，知道吗？对吧？所以信不信他那个都。都无所谓了，信不信？59个点，7点，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把那个这个逾越节的事情好。